哎，他的确住上海郊区，这一点他没啥说。躲在观众席哈，所以我刚刚一直都在找你呢，我也没有找到。他告诉我你来了，从头看到底了吗？从头看到底，从头看到底。来灯的时候来的。啊 ，OK， 那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观影感受，好吧？演的真的很好，然后还有终于，我们已经是第二次见面了嘛。其实我看完这部电影，我还真的挺感动的。虽然我不知道我在感动些什么，我肯定知道的，你不要笑，我只是不愿意跟大家分享而已。有些都很私密的，自己知道就可以，不一定非要说出来的。然后呢，我看到有些人说这个电影是关于，就比如说，闺蜜以及遇到爱情。刚才还有那个吴中老师也说，他很担心他的两个女儿以后爱上同一个男人怎么样？那我觉得好像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没有看明白，或者说是我自己的独特感受啊。我觉得这部电影跟男人没有关系，对不起。我突然之间觉得彬彬导演和我好尴尬才尴尬。因为的确我看到有一些评论，他们会说，说感情的破裂往往是因为两种原因啊，一种是因为闺蜜看不上你的男人，还有一种是闺蜜看上了那个男人。就我以前看到过的这种情感，我不能说是有意，我觉得他们自己也不大清楚。反正我觉得我是非常喜欢这部电影的，而且作为导演的第一部电影，真的是很了不起。是的，谢谢，真的。拍的那么的细，你其实真的很好拍，非常多的细节堆在一起，然后最后还能自圆其说，像我肯定自圆其说不了了。肯定是年度十佳，在我心里是这样的。是没错，而且我觉得我看完这部电影以后，和韩寒有一个通感的地方，是在于生世界的这个情感，因为女人是这个男人成长很重要的一个学校，我觉得可以在这部电影里面再去学到很多的东西。对，真的。然后，四川，以后你站我边上的时候，不要再穿高跟鞋。我这么来，我就把腿打断了。我真不知道。今天除了韩寒特地来之外，大荧幕上还有一个人要送你们特别的祝福，也是你们的朋友，来看一下。你是自然唱吗？是大荧幕上吗？好，来，我们来看看是谁啊。来，三二一，好，请出来。请出来，大家有点被吓到了。停电了？没有。啊？没有停电，就他比较害羞。魏婷。陈伟霆。七点五，男生欢迎上海的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然后我也注意到马思纯跟周冬雨主演的这个电影，也希望这个票房会到达，也是加油。谢谢陈伟霆送来的祝福。好，因为今天这个各位主创非常非常的辛苦啊，从飞机落地一路就跑到现在啊，我们最后的一点点的这个时间。在此各位主创向所有的现场的观众的话，希望大家能推荐给你们身边的好朋友家人，进电影院去支持我们这一部全球新拍的电影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。来，陈斌。其实我的希望和导演一样，就是希望你们能带你们的闺蜜、家人、朋友一起来观赏《七月安生》。谢谢，拜托。好的，七月先来好吗？七月与安生嘛，来，七月先来。我现在因为韩寒在跳舞，我已经非常想跳房之类的事情了，随便，我反正是满足
谢谢你们，然后特别特别开心，就是因为在上海是一个风水宝地，我就在这见到了，真的是偶像，特别高兴。好，终于。我被你吓到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太痛苦了。这个眼泪出来的之快啊！我一个晚上，我从没见过他，就你的眼泪是喷出来的，刚才。我觉得这，我觉得庄总，你这个品味怎么样？你觉得？他一直觉得我喜欢的人品味都特别差。我怎么接话？他们这个时候就是最好不讲话，当没听到。对，嗯，对。我也很喜欢韩寒老师。对嘛？那咱们俩。但是我跟你的喜欢是不一样的。嗯。我不知道你是哪种。有什么不一样？请问。冬雨有什么不一样？知道他想什么。我就是觉得韩老师长得挺好看的。我跟你讲，你们两个人再这样聊下去的话，韩寒待会儿会消失在安全出口的地方。我已经去酒店了。好，冬雨来。其实我也比较推荐这个，跑了有差不多一个星期了吧，大概一个星期了。然后每次看到这场是挺大的，我觉得。这我觉得如果大家都发一条微博的话，那就是力量太大了。然后我再说一遍啊。我最近吧，脖子啊、肩颈啊有点不舒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最近爱上了看别人艾特我，因为你们是第一天啊，就是上映的第一天，大家来看这个电影，所以我特别想看大家的意见或建议，所以我经常就翻我那个谁艾特我，谁艾特我，然后我每天翻，以至于最近脖子有点痛。所以，但是我不建议了，你们继续吧。谢谢大家，我给大家鞠躬了啊！谢谢谢谢，我们也再次谢谢各位主创来到我们的现场了。当然我知道最后我们的记者朋友需要有一张大合影啊。来，韩寒老师，请跟他们一起。刚才那个思准问我说：“你真的喜欢看吗？直男真的喜欢会看这种电影吗？”我告诉他，我还挺少女心的，其实。然后，说什么呢？也希望这部电影让更多的人看到，因为我真的很喜欢。刚才其实我是坐在那个角落里，也没有人知道。大家其实也看得出来，我其实真的是，我相信林海，我们虽然很熟，他也是刚刚知道。因为我就跟人说，哎，如果好看的话，我就上；不好看，我就先从这个过道就先溜走，没有什么地方。假装这事情没有发生过。我自己的感受，我不能代表所有人，但我很喜欢，希望他有一个非常好的结果。好。